知道你真的不想下国光客运吗？北市不要判赔三千万，这个一定要专案消除处理啊，这个是法律问题啊。所以你觉得这个判决对你很不公平？来，请往前哦。不是什么公平不公平，法令判下来，我们就要决定第一要不要上诉，第二如果不上诉，那要和解，要和解要怎么处理？这都要处理的，我们会还这种东西要专案会议。因为你有说契约太奇怪，对不对？那么当年那个契约。那也不是我定的。来，请往前哦，媒体，我们要上边提问、哦。那你目前谈判的状况怎么样？那我们这个一样，好，谢谢，这个是专案处理的，那我说这样对不对？